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人，大家好，我是何桂蘭。一年前，2019年的7月21日，我當時是立場新聞的記者。當晚，看到有一位廚師被人打到滿身都是藤條印之後，我才離開我的寓所。當時我的目的地是上環，我要去上環接立場新聞記者的更。我路經元朗站，在我入了元朗站之後，我第一個聽到的消息是，當時在元朗站東邊的收費區入面的女廁，有一位傷者已經被一些穿白色衫的人打傷了頭部。所以我當時作為記者，我就入了這個收費區入面的女廁那裡去採訪這一位721事件的傷者。但是在我採訪的途中，我已經聽到女廁門外非常之大聲，所以我出去看。當時我已經見到外面是一片混亂，在我身邊是收費區入面有很多的市民，大部分都不是穿黑色衫的，而在收費區的外面就見到非常之多穿著白色衫的人，拿著法寶膠板，拿著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藤條，拿著木棍，不斷向閘入面的人施襲。當時情況非常之危險，我見到有很多人嘗試離開那個收費區，其實都是離開不到。然後擾攘了一輪之後，白衫的人向著元朗站西邊的出口走了去。當時我已經發現現場是沒有任何的傳媒在這裡，而元朗站的收費區是分開兩邊的，我很擔心在西邊那個收費區裡面可能也都會有市民。我不知道那群白衣人走去西邊是因為出於什麼目的，但是我作為記者，我希望去監察到底那裡有沒有其他市民遇襲，所以我選擇拍卡出閘，跟白衣人保持著一段距離這樣跟住他們。但是突然間白衣人群裡面有人掉回頭，之後的事大家在直播都見到，他首先是攻擊襲入，而我當時是戴著記者證，穿著黃色的記者背心。那天的經過講到這裡，今天下午警方所開的記者會有幾個事實的錯誤，我希望指出。第一，警方不斷地說有人激化個事態，所以先至釀成一啲佢所謂不愉快嘅事件。但係我頭先講嘅時序，大家已經聽得非常清楚。喺當晚都未夠10點，其實喺雞地嗰度已經有人遇襲，而我到場嘅時候，已經有被白衣人打到頭破血流嘅傷者出現。而警方所講嘅兩一群在閘入面，一群在閘出面，而閘入面的人根本在被包圍的情況之下是沒有辦法離開閘外面。第二，警方說現場有傳媒的鏡頭只是拍著一邊，令人加上令人誤導的旁述，所以令人誤導這個是一個無差別誤會，這個是一個無差別的襲擊。警方在剛才的記者會裡面有兩次提到我本人。第一次，他說有一個穿黃色背心的女子在拍攝的時候出了閘遇襲，令到事件激化。第二次，他說有傳媒的鏡頭影單邊，所以令到全世界誤解了這件事。兩個都是講緊我本人。而我想講的就是當日那條直播長達1小時，大家想看的話在 Facebook、 在 YouTube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看到。我當日來到之後，無論是東邊還是西邊的收費區、月台，每一個出口我幾乎是走暈了。在我的鏡頭裡面，無論是白衣人、所謂的黑衣人或者是市民，我都拍到，唯一拍不到就是不在現場的警方。
我第一次鏡頭入面出現警察，就是白衣人在西邊的出口離開了個閘之後，我才見到有防暴警員走入來。而當有市民去詢問這些警察剛才去了哪裡，警察是去到某一個地步，他們是拿些胡椒出來指著打完的市民。這個就是我當日拍到的情況，一秒鐘都沒有斷過的直播，大家可以上回去看。我希望跟警方說的就是，由今年年初開始，無論是江永祥還是鄧炳強哪一個都好，每一次出來都是想歪曲721的現實。但是很對不住香港警察，在你們明知道元朗的居民721之前幾天已經不斷收到 WhatsApp 叫人不要去雞地，而你們選擇不處理的那一刻開始，由你們有同事在雞地混入那些白衣人裡面，你不去處理他那一刻開始，由市民去報警你落閘那一刻開始，就已經721的真相。你可以撳 Facebook， 可以撳 YouTube， 你可以封曬整個網絡，但是這一條片段永遠都不會消失。這一條一秒鐘都沒有剪過，不涉及任何誤導，只是拍到事實真相的片段。你就拉哪一個，你就算拉曬721所有受害的市民，這一個真相都不容你們去歪曲。是，請問大媽有什麼問題？即是對於即當即他的言論就說你只是拍著其中一些這樣這個是不是你覺得的事實呢？還有覺得今天他是不是完全改寫了整件事，由以前他版本，還有當日他說接報之後18分鐘就到場，以你那個一小時的直播片段來說，這個是不是事實？幾條問題啊？警察究竟在事發的時候幾耐才到場？網上有非常之多的片段，無論警方怎樣說都好，大家可以自行看片段。而到底我作為一個記者，我是未防，我重申，我當時有拍到白衣人，有拍到現場的市民，亦都有拍到一些穿得非常之靚準備出街大肚的市民，甚至拍到一些拖住啲六七歲的女啱啱在列車上面不知所措的市民，每一幕我都有拍到，大家可以上翻 Facebook 自己看。亦都懇請警方不要再歪曲事實，因為你哋講嘅大話，你哋一日唔斷咗香港嘅網絡，你哋都冇辦法可以改寫到。係今日咧，林卓廷都係因為即係本身佢係原本都被被捕，但係擔心自己咧，因為當日喺現場出現，都會遭受到啲警方稍後嘅啲拘捕。我頭先睇直播嗰個記者會嘅時候，我注意到警方第一次提到我的時候並沒有將我稱為記者，只是將我稱為一個穿著黃色背心的女子。在直播在這個記者會進行到某個程度，跟住警方會說在現場做直播不是免責的犯法就要拘捕。我相信我當日所做的事，我旁述入面每一句說話大家都可以上網看得到聽得到，究竟我有沒有誤導？究竟當日發生的事是不是暴動，還是無差別的恐襲？這個是公論，希望香港警察不要再污蔑每一個看到真相的香港人是被人誤導。我相信任何一個有注意當日新聞片段的人都可以很清晰地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當日的事件是一場無差別的恐襲，這一樣東西不是任何人可以誤導得到，亦是不是任何人可以抹殺得到。訪問期間他不斷用這個揚聲器去做即是599G的呼籲，覺得他這個動作是不是有心？我今天是一個人來這裡元朗站的，如果警方要用兩個人的限聚令拘捕我，你們現在就可以過來。完。剛才這位記者說我擔不擔心自己被捕，
去年的七月，我只是一個籍籍無名的記者。七月二十一號，我哋到元朗站，我做咗嗰條直播，亦都唔係因為啲乜嘢，純粹係因為我當時就喺元朗站入邊路過，而我見到傷者，所以我決定開嗰條直播。喺我仍然係記者，一個記者唔應該成為新聞主角嘅原則，所以我冇好公開咁樣去討論呢一件事。但係我而家見到整個特區政府的系統、整個警隊以至中共的官媒、黨媒，他們怎樣不斷放大那個所謂保家衛國的版本，不斷去將當日出現在現場的香港人抹黑成暴徒。作為其中一個非常罕有、有名有姓，當日亦都是現場的見證者，我認為我有責任講出真相，而如果講出真相，在這個政權之下就是犯罪的話，警察隨時都可以來拘捕我。多謝大家。